方社群有一个核心理念很重要，就是你的愿景其实要很单纯而且很公益、哦、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是以公益心态去出发的，你走开放社群当然是效果是不太大。以 LAS 来讲，爱护环境嘛，空气更好水更好，所有人都希望空气好跟水好，除非你是财团，除非你是财团。疫情的关系，2020年 Maker Pro 的第一场社区在线上直播中开张啦。第一场小聚请到了 Maker 圈知名开源社群 SFBTUGHCOS 召集人哈爸。大家好，我是哈爸，听得到吗？好的，这个是哈爸。接下来一起听听哈爸经营心法的精华片段吧。一个影片每一个人都看得到，如果他也这么愿意看的话，百万人都看得到。可是你如果是一个演讲、啊、在一个有实体的场合又不把它录影公开的话，你再怎么多就是一两百个人一千个人听而已。在 LAS 的心法里最重要就是这个帮啊，啊，应该说开放是它的核心特性啊。你在开放的环境里面呢，互相才会合作啊。商业的环境它讲究的是竞争跟垄断，但是开放的环境里面它讲究的是合作，这它是人性的两个重要面向啊，都是对的。那只不过我们这边玩的是开放啊，那传统玩的是商业。专案是如何开始的？社群它其实是一个平台，就是很多人都在这里啊，所以你其实随时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可以来这里开专案的。以 LAS 的角度来讲，他也是希望大家来这里开专栏。我自己的做法是，反正我做什么事情，我就会开始先有文件。通常你一个计划或者是一个专案呢，你光写一开始的设计文件，或者一开始发想，或者一开始的计划书啊什么东西，你他可能就要花你一个月了。那你在社群里面，你的东西都是零碎时间的，所以你并不要去想说你一开始要弄一个怎么样的东西，它其实就是你往对的方向走，日期有功、哦、你一个文件今天写了一下规格，明天写的设计，后天写的什么，然后开了一个活动做了一点怎么，就添一点添一点添一点，最后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个阶段嘛、哦、不管我做了任何专案，然后你做了一个阶段、哦、它你就是一直公开、哦、因为你公开了你就会有人跟你讨论，可能你做得很烂，别人会告诉你这样这种做才对，你就不会用很烂的方法做了半年，你很快一个礼拜就被人家骗了，你就马上就修正成对的了。那你也可能弄出来的东西别人有兴趣，一两个就来回复你了或者怎么样，那你就跟他是好朋友了，或者就拐拐他，然后他就可能愿意来做。对接政府专案的看法。开源社群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我刚才讲说强的人不来、哦、弱的不管，强的不来，所以呢会来的强的人你一定要很珍惜他、哦、你简单说你绝对不能让他受气、哦、那接政府专案绝对保证是让他受气的、哦、因为太多那种 garbage work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东西，谁要跟你做那些东西，你必须要 compromise，接政府案子是你活下去的最好的一个好方法之一。那你如果不接政府案子，你是不是很容易就死掉？对，这就是困难点。若是政府计划比较怕 KPI 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他们的 KPI 有的时候又不合适，然后呢，他们要求有的时候又不合适。